款产品将机械仪表升级为液晶仪表，并将安卓娱乐系统融入其中。安卓显示区域可以通过方向盘上的定速巡航键放大、缩小。安卓显示区域也可以通过触摸放大。此款产品保留了原车行车电脑版，所以拆装前的数据不会丢失。第一个图标为仪表图标，在仪表界面，三种驾驶模式可以通过不同的色彩展现出来。运动模式红色，舒适模式白色，经济模式蓝色。第二个图标为导航图标，触摸导航图标可以进入导航界面。此款产品支持语音输入目的地功能，用户可以根据个人喜好下载安装 APP 应用软件。第四个图标为行车记录仪图标，加装行车记录仪后可以在此查看实时行车状况。进入倒车模式，屏幕会自动切换至倒车影像，同时支持倒车轨迹及障碍物提示。你好魔方，请打开微信助手。你好魔方，我要发微信。到以下微信对话，请说并自动选择或取消。第二个选择，将为您录音发送给王世春，近期请说取消取消。你好，完毕完毕。支持 WiFi 3G 上网，也可以通过手机热点连接上网。触摸蓝牙图标进入蓝牙功能，在这个功能内支持蓝牙音乐的播放以及电话本的上传，历史来电记录也可以显示出来。你好魔方，我要听音乐。你好魔方，需要帮忙关闭音乐。